熟悉的好友们一现身，气氛就不一样了。呀，很久没见了，太有趣了。这样怎样？这两个人一起跟我到是？我就是也想要加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你们玩就好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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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！其实我的手是爽，他的重点吗？刀子。你还可以呼吸吗？感觉没有很酸，有一种被勒的感觉。事先演一下被勒的。他们这个为什么这么大件？没有，他那个比较小，我们都很大，穿比较少，背比较多。妹妹背着腰，我觉得你跟人家抱着走，抱娃娃，你知道吗？好可爱哦！没有，不要再剪了啦，不要再剪了啦！哎哎，不要不要，他们很抠啊！不要，看着我穿短裤了，哎，我都给他塞一个手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说不要啊！好了，乖乖乖，我都给进去了。你要干嘛啦？哦，哎，很开心哎，你看到这个很开心哎，就是感觉是哎，来跟他们玩的。我是想去，然后他上我溜，他上，我在下跳跳。然后在每一关进行之前，游戏的话还是会再跟你们稍微讲一下游戏规则。都可以，篮球、羽毛球、篮球跟棒球。微贴心，微贴心。哎，抱很紧哎。是吗？因为抱在腰好痛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很 Q 哎，就真的很像，有点，有点什么，有点东西。他们那个范围比较很好，不像他们两个，就是两个直男在那边。所以你的言下之意是在练习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在练习。这样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中间你手不可以这样乱动。下半身动，下半身动一点，对，松板，你用他们松板，对，松板是就是这个中间的松板，嗯，对，对的，你手不能这样这样这样，全身都不能动。有没有很想理他？有没有？我在思考他的为什么是铁杆？铁杆来的哦，那我们铁杆心，是用铁杆？对啊，为什么是用铁杆？为什么冷笑话？铁杆没有铁。铁杆音被发现了，笑死！铁杆也太冷了吧？好，小范总，不要剪进去。你们要换位置，后面打是不是？轮流玩可以吗？只要后面打，然后前面指导。那这样子后面可以啊，不过后面的摸得到甘蔗，可以啊，摸什么甘蔗？后面的修甘蔗，对，后面的就不然没等他就这样子啊，前面的就帮忙。哎，对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怪怪的，不行啊！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后面的拿甘蔗，然后你前面就这样子，然后记得要帮他们，听他们给他们讲一下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你很棒哎，好棒，我是一，对，你这样才会有脸出来。我知道你是一啊，我是零，没有他是零。哦，哇，笑死啊！身为团员竟然还不知道。哎，射箭了，射箭了。射箭。之前刚去练而已，刚去练而已。专场了。每天做的事，每天做的事。哎，哪有这样的？性骚扰啦！他直接职场性骚扰。你是丘比特啊！好笑的是那个信鹤，你说他其实是他是小，他其实就是最爱玩的，我就在练习他。对对对。那你呢？我就是跟着玩的。你也是爱玩的。队长玩，跟着玩会被导演骂吗？你要先穿那个马甲哦。谢谢。被导演骂。好，这样就这样。OK， 好。然后重心放低一点。OK。来了，他拍他大腿，他就知道要往下蹲了。他现在是直接坐在你身上了，没有了 ，OK， 可以，没有，真的不用哦。哇，快点，快点，第一杆，手杆拿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哦，哇，一杆进洞，哇，可以打开吗？一杆进洞，哎，可以打开吗？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真的很厉害。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好来，来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哎，还没。这波是真的。好来，第二杆，球杆拿好。好，可以哈。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不要激动哦。好，可以哈。好，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是挥杆，是挥杆，是挥杆，是挥杆。冷静。好，来咯。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第二杆掉进了，所以现在已经两球了。哎，他们很厉害耶，好强哦！我看到那个信赫已经开始紧张了，他脸已经空了。
你们，我们不会输，不会输吗？你看一下你前面的，你是不是看不到他的脸？回头你回头给他看一下你的表情。然后我们可能会输。再来第三杆哦，第三杆哦，你球杆也是要握好啊，你不能只握我的手哎。哦。正浩感觉是不是有在打高尔夫球？我小时候很喜欢打高尔夫球。要不然你家里也有摆一组这个？对，我家正式有一组这个。我小时候每天都打，作弊你知道吗？游戏王。但我觉得你还是要跟沈俊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他一直呈现一个满头问号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蛮好，代表他够信任你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在练习的时候，我跟他传授一点技巧，所以会进球一半也是他的功劳。真的哈、哦？对，好不好？来。不可能，连进有点歪了，有点歪了，又来，是又来又来，请你杆子拿好，谢谢。啊，是。所以他感觉握你的手比较稳，真的。对你让他握着你的手好了，可是你要握着我的手，来握我的手。我觉得这样子好了，好，因为你有手感了。好，你已经有手感。加油，已经两颗了。好，回杆喽，跟我手一起走，来，走。哇！我可以？怎么可能？三个洞。怎么可能？虽然说不是进我想要的那一栋，但进来还是好球。对，进来进了也就算，我们其实没有分到。谢谢。那没关系啊。哇！直接结束是不是？压力好大。好，来先蒙眼好不好？好，信号先蒙眼。是，从小是推杆的。两个，我本来都想打小的。好，来，那你要帮他调整一下长度。哦 ，OK。对，就是杆子的长度。像白痴，那我放松你，那你帮我，我手可以，我的手可以碰着杆子吗？可以吧，可以，好，很关键。我觉得你们前后离太开了，这样那个重心会不稳。阿健，你球杆要握稳啊，球杆要握稳，然后你起杆不要起太多，送杆送远一点，比较容易进。他传授技巧，哎，好空泛的，的建议哦。我们要开始了。好，来第一球，好了。等一下，球杆是歪的。不可以这样。哇！哎，不是你，不是要帮我，你是要帮我操控。好，所以直接结算是不是？我们制作人说没有想要看下去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直接结算。恭喜我们的川广 CP 获胜。好的，因为刚刚那个沈俊现在才打开眼罩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录什么节目吗？有慢慢知道。他刚刚眼罩拿开，一直很荒唐，想说我在哪里，这里是哪，这是谁，我是谁？失忆了。好，来喽，我们来第一件。好，好不，好，可以，可以啊。一，最近好，好，射了。好，三，二，一。哇，完全没有。好险。哎，请问是太低吗？刚刚是太高还是太低吗？刚刚是完全没有瞄准，那就哦，我问那是往哪个方向去嘛？那其实你前面的要帮他。对了，是我来，你要帮他。我刚刚以为我有瞄准到。哎，没事。好了，接下来第二件。刚刚那件是往哪里？正浩的脾气很好哎，还说好了，算了，没事。我帮他瞄。好，先跟他说一下，不要下去一点点，下去一点点，上去一点点，上去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确定好直的啊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试试看。啊，一感觉平地，真的蛮好，高一点。哎，啊，一三。哦，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是，发生什么事？非常的早就往下掉了。中，正好全中了。全中了，全中了。然后我们直接换下一组。没有，还有第三次机会。最后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了，最后。你把那个键往下拉，它不会变得往上。对，或者是你就直直的往后拉就对了。沈俊真的没有在状况内，他说所以。沈俊，我觉得你可以帮他。你在射箭，所以我要干嘛？你可以帮他抬高一点。我要帮他扶着，要帮他扶好。对的，哎，我觉得沈合理。沈俊真的有没有戴眼罩都一样，很棒。没事，我相信。呆萌可爱。我相信你这一箭我们会射中。好的，哎，真的，你要帮他没有问题的。来喽，再高一点。对。三，高一点，正好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。二，嗯，感觉哈，一，我拉一下，哇，哎，没有，看我们的健瑞 CP， 健，公，对不起，公，哎，死不放手，还我，抱歉，抱歉，死不放手，天啊，他们今天大家有那个，刚刚信赫也说他也在想一下他刚刚到底做了哪些事情，你现在要射箭喽，没错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要射，对。第三个游戏了好吗？是吗？对，
是吗？你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加油加油，你先不要放开。好，那这样比较简单。我刚刚注意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的弓，他们的箭是弯的，没有要前面的扶啦，因为前面不要后面的扶前扶都可以，我觉得让他们两个自己处理。是这样，这样祝你们幸福。你们这样子一点，你们这样没有打中的话就说不过去了。好了，三二一，哟！三个，一二三四，还是我们就直接结束这个游戏了。他们也瞄得很准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抱歉。好了，恭喜我们的健瑞 CP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一个小框框给你们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要够甜哦！不够甜，我会拿垫垫笔哦。对啊，会有垫垫笔哦。OK， 等下够甜、够咸、够辣，真的会有垫。好，我们先开框，先开框，来喽！来喽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你知道为什么我帮你煮饭都不加盐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爱你无需多言。哇！很会，很会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健瑞之兵感觉要来一个，他们超厉害的。我觉得他们可以被电一下再。我觉得他们电笔来电笔，先电一下，先电，要先电是不是？我突然间，沈俊来，快点。没有，我们来加赛，看谁比较弱的来电。好，那你们先讲。OK OK， 先你先帮他们开个框，先开框，先开框。好，来了，二一 ，Go！ 我这个人做事其实都十拿九稳，差你一点。啊，不行，电下去，电有了。够了吗？可以，好，来，好，要比字哦。沈俊，快点！怎么突然？沈俊今天都不知道来录什么节目。哎，我们完全娱乐最有名的就是电笔了。他真的会电哦，你按一下就知道啦。我帮你按，我帮你按。哇！哈？真的有？没感觉？那沈俊也来一下。其实是我真的有很勉强的忍住了，因为其实好了，最后的时间在那个。